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无两个月的时间，中国疫情管制就对经济清零、延期扫甲病例拢无，变作大规模的开放。除了解除英国来封锁，将中国官方半暝也是宣布讲，甲新冠肺炎改名合作新冠感染，小许为何这个病情听起来无限严重？而且对明年正月初八开始，入境中国就唔免阁验 PCR， 唔免隔离，开放因的中国人出国旅游。咱头拄只讲到即个变化，拢是一群就伫咧两个月来发生的。解封解甲遮尼凶，疫情是已经穿甲抓袂条。咱看到边仔即张图，即一只一只当咧排队车，拢是等要甲遗体送去回怀的人。死亡人数是已经统计袂来。也那是下卡这张图是搁较罕过，美已经咧是讲急症甲门诊的人数破200万人是喜报，是好消息。即每一个去看医生的民众拢是有辛苦白听的，美已经咧是庆祝这款记录，就算讲即阵无疫情嘛，无应该安尼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一日暗时啊，中国各方媒体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为明年1月7日开始解除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防控措施。为了更好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来聚焦重点的防控领域和措施，更加科学的进行疫情的防控，所以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中国疫情应对专家表示，调整做乙类乙管，不是专由在于发展来处理，是以科学的方式来管控。根据了解，中国解封的措施，包括所有的中国公民都会当出国旅游。也若入境的人员，唔免阁做核酸检测，嘛唔免隔离，只要出发进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证明。不过外界认为讲，中国解封速度伤过紧，并无准备好势。各地确诊的人数嘛，直透增加，可比疫情上较严重的北京，包括当地病院的急诊，也阁有火葬场，逐天是排队排到热热长。危重症的病人直接坐到我们抢救室，现在已经每天基本上都在34、35，有时候接近40个抢救的病人。重点还是生命支持，因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就是个严重的缺氧。今嘛中国疫情解封，不少台商想要回国过年，不过机票算是贵到惊死人。现在机票太贵了。单程的机票要7000块人民币左右，以包机的方式，或者是以增加航班的方式，让机票价格往下降。机票是很贵的，从香港回去它会比较便宜，台商会多一点回台湾去过年，但是也不会太多了。台湾人想要回中国回来台湾过年，现在不然就要加开钱买机票，还要面临航点变少等等的问题，要回来台湾一转是真不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政府发现讲，有一挂游客一群伫咧日本的苹果手机店买几落百支的 iPhone， 煞无去红扣消费税。即阵是要求苹果分公司爱补纳130亿支票消费税。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昨有5架北韩的军事无人机入侵南韩的领空。南韩的军方出动战斗机甲直升机杀，效率算是真歹，国军的防卫能力受到质疑。英国《Times》报道，中国拜六礼拜派71架军机扰台。英国内阁高阶官员是警告讲，英国也未对那是中国来拍台湾所造成的后果做好准备，尤其那是晶片的供应出问题，到底是要安怎？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都当选美国纽约州众议员的共和党籍桑托斯，伊和《纽约时报》亚刊讲，伊的学历甲上班的经历拢是假的。桑托斯嘛已经承认。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俄亥俄州最近是出现几落例无注意标的囡仔去染着毛的案例。专家就警告讲，因为未少家长唔予囡仔注意标，对毛甲水珠的疫情，恐吓伊的美国团开。今年81岁南韩前总统李明博，2020年的时阵，因为贪污受乌色去被判要关17年，要纳180亿韩元的罚金，甲35亿的乌色钱交出来。今年6月，李明博佫家己身体无爽快，申请离开监狱出来看医生。现任的总统温锡安今日是甲李明博列入特赦名单，
要被关了十五年当刑，唔免关呀；要被了八十二亿韩元，大约是两亿台币的罚金嘛，唔免得吧？佮恢复李明鹏的政治权利，李明鹏明仔载就去放出来。这是南韩总统文心外今年五月就任了后第二届特赦，计共是特赦1373人。另外一位也是因为贪污去被弹劾落台，也入去关的前总统朴槿惠，是去年底就已经去被特赦。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是完全无休息的办事，在巴赫穆特，乌克兰部队继续向俄罗斯军射炮弹。俄罗斯南部远程轰炸机在使用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这阵嘛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是有三个人死亡。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是表示，伊的目标是伫咧二月底举行和平峰会。俄罗斯外交部长是呛讲，美国、北约联合乌克兰，想要毁掉俄罗斯。一寡所有的现象，拢显示讲离和平谈判还阁真远。俄乌战争开战到今，乌克兰为俄军手头夺回74,443平方公里的领土。目前战争主要集中在东部甲俄罗斯交界的顿巴斯地区，在顿涅茨克东北部的巴赫姆特，当地的乌克兰部队日夜对俄军营地进行强烈的攻击。На ць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дуже великі сили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концентровані. Тобто вони сюди кинули основну свою, так сказати, бойову і спроможну.Так сказати, частину своєї армії, тобто, тому і зараз тут так тяжко. Але нічого, все справимося, все продолаємо.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迄天证实，在乌克兰边界东北部650公里远，专门供应长程轰炸机停航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和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莫斯科表示，空军把这台无人机拍落来，落来的机身残骸击到三技术人员，重伤死亡。这是恩格斯基地这个月以来第二件攻击事件。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美联社的专访，表示基辅的目标是在2月底前举行和平峰会，而且上好是在联合国举行。并且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担任调解人。暗过荷兰问起是不是会邀请俄罗斯参加峰会时阵，库列巴国讲，莫斯科当局先需要在国际法庭面临战争罪起诉。Will Russia be invited? Some of the steps envisaged by the formula require the presence of Russia, at the bench, you know, in the tribunal, for example, o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So they can only be invited to these steps in this way.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迄天嘛接受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专访，讲美国甲北约联邦联合乌克兰，想要伫战场打败俄罗斯，毁掉这个国家。这样一情况看会出来，双方口中的和平，唔知虾米时阵。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战争已经超过10个月，有一挂乌克兰的家庭是坚持保卫家园，唔愿脱离。因的生活对逐工目睭八金，对食物件、食水、闪炮弹、秘密地下室，逐工拢是考验。生活伫咧即款环境的囡仔，不论是身体也是心理，拢会承受真大压力。连走出地下室拢有可能会无命，佮较毋免讲是读册，也是有正常的囡仔时代。纳迪亚一家伙仔客伫个乌东巴赫穆特即个黑暗的地下室内底已经8个月，因过着无水无电、黑暗的日子，常常爱面临俄军炮火威胁。啊，不过因坚持唔肯离开。包含你回想起94岁佩特罗夫。战争让佩特罗夫无法度阁读册，伊有时阵会画图，有时阵读大人的小说。电脑供应开放时阵，才有机会用手机啊。我ничего не думаю,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знают, что будет через час, через день. Тут нельзя загадывать.战争让留在前线的乌克兰囡仔变甲真实际，因上大的愿望当然是战争赶紧结束。按国目前连到外口，吸新鲜的空气都无法度。Я б сходил погулял бы.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гулял с друзьями. 最近这两个月，俄军对乌克兰真侪都市一直轰炸。巴赫穆特伫个乌东顿涅茨克州是目前战况上惨烈的地区，当地真侪人已经脱离，暗过有少数家庭留落来。心理学家表示，战争让囡仔真无安全感，可能下一秒世界就会摧毁，长期落来恐惊伫心理老创伤。协助安置战地家庭的 NGO 团体烦恼，这囡仔可能成做所谓。
为失落一代，不过当时也相信，被逼在这摆环境当中大汉的囡仔会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公司新闻站回民平行。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两个国家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常常起冲突，因为科索沃是在2008年的时阵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不过塞尔维亚是不愿承认。上礼拜，伫咧两国的边境发生一件枪杀案件，让两国的边境是愈来愈紧张。塞尔维亚总统派国防部长去边界视察，军方表示讲已经进入最高的战备状态，嘛要甲特种部队对1500人增加到5000人。塞尔维亚在南部科索沃边境部署榴弹炮等重型武器，气氛紧张。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强调，会尽一切必要行动捍卫国家甲人民，佮连续派出参谋总长甲国防部长到边境巡视。军方表示，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佮将特种部队为1500人增加到5000人。5000 specijalno obučenih vojnika vojske Srbije biće najsnažnija pesnica koja će razbiti u param pačad loše želje i ciljeve onih koji ne vole našu državu i koji žele da naude našem narodu i našem građanu. 这摆情势相关是因为12月7日，数百名科索沃塞尔维亚的军将示威，用大卡车、山脚车挡路，和北部两条边境的通路袂停袂动，控诉科索沃当局用种族因素控制了一名前塞尔维亚的军官。就话当地发生一个枪击案，前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科索沃当局打算对塞尔维亚的发动攻击，引起塞尔维亚高度重视。科索沃反控塞尔维亚散布假消息，制造分裂不安，要求北约维和部队协助。遇毒路中，搁展开调查。科索沃九成以上人口是阿尔巴尼亚的，在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按过塞尔维亚故作承认，渐渐鼓动科索沃北部12万塞尔维亚少数族群进行反抗。今年进前，科索沃要求北部的车换掉塞尔维亚发的车牌，改用科索沃车牌，引起反弹。在欧盟调停之下，才等候。按过对立气氛，犹原亲像无定时炸弹共款，随时爆炸。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来看另外一站无同的族群起冲突的消息。罗兴阿人是一群住伫咧缅甸的穆斯林族群。缅甸政府认为，这罗兴阿人是对附近的国家孟加拉走来非法移民。顶一站嘛，有一只载180个罗兴阿难民的船，本地的目标是要去马来西亚。不过，说因为营运故障，已经伫咧大海捞过外国。就是这只船总算是已经到印尼，有一挂乘客已经就患去病院接受治疗。这只木船渔船停在海边，过去一个月，在失去动力情形之下，载差不多180个罗兴亚难民在海上漂流，最后总算到印尼阿济省，有部分渔船上岸。一个非政府组织甲人民家属表示，另外一只载有180人的船，可能已经在12月初不幸遇难。在缅甸少数民族罗兴亚人遭部军方迫害，联合国认为这是种族清洗，超过100万人都去孟加拉南部，住在进去难民营当中。这几个月，难民营生活条件恶化，佮有佮较侪人进驻，部分罗兴亚人利用季节气候转变的优势，冒险坐船去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真大罗兴亚人社区。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一些报道，过去两个月来至少五只船离开。Hope is go to Malaysia. My father, my mother, mother is. Your family in where? Where is your family? Yeah.这当地一名官员表示，这两名会被暂时安置在政府机构当中。这只船是在11月5日位于孟加拉南部客厅，六天了后引进故障，船只就位于马来西亚海峡向西漂流，到印尼北边海峡，然后进入尼科巴群岛南边的印度海峡。We came here from the largest Bangladesh refugee camp, to take this hope.The Indonesian people will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I want to achieve more education. 救援团体表示，船顶难民无物件通吃，有真侪人已经死亡。甲联合国斗阵呼吁印度甲印尼伸出援手，啊，不过印度海军好亲像只给一寡食面甲水，佮将船拖回印尼。这船伫海上佮漂流6天，最后总算靠岸。这路程差不多1900公里，这是过去2天来第二只漂流个啊。最新的罗兴亚难民船，公司新闻恩惠玲朋友。那是讲到法国，真侪人拢会想到葡萄酒，因为法国自古以来就是生产葡萄酒的大国。
而且法国人本身就爱啉酒，是除了美国以外，葡萄酒的销量全世界排第二的国家。不过这两年，世界各地开始流行吃无酒精的葡萄酒，天空闻起来是有葡萄酒的香气，不过是无酒味，啊，不过伊是有葡萄酒的口感。法国的巴黎最近是开头一间专卖无酒精酒类的店，咱再回来看。一个店员拍开酒罐啊，倒伫酒杯内面呢，看起来就参像一般的红酒，但是试饮看麦，马上会让人感觉真意外。我觉得il sent vraiment le vin, il sent le vin, il a pas goût de vin, mais il a des tanins, ce qui est assez étonnant parce que。这是最近伫法国巴黎新开幕的一间店。店内面所卖，无论是红酒、白酒、麦芽酒，全部拢是无酒精的，是全法国头一间专门伫卖这种酒的店。头家讲，伊两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拢关伫厝内，无甲朋友出去饮酒，自迄阵开始决定要戒酒。伊嘛发现伫法国找无这种专门伫卖无酒精的饮料的所在，所以归去家己来开一间。想袂到店才开无偌久，就非常受欢迎。原来会想要啉这种无酒精的酒，有这种需求的人客比伊想的搁较侪。Là, c'est très bon et ça m'a rappelé les souvenirs que j'ai du champagne, boisson que je ne peux plus boire. Donc voilà. Donc on n'est pas encore à nos objectifs, mais on est très content du début de l'activité, surtout des retours des clients. En fait, on sent vraiment qu'on répond à une demande qui est très forte et donc ça nous encourage vraiment pour la suite.事实上，最近这种无酒精的葡萄酒愈来愈受到欢迎。去年全世界的市场成长差不多24%，但是比较起来，法国才增加4%，可见法国人还是较爱啉有酒精的酒。不过，专家认为，现在的人愈来愈重视健康，在这种风气之下，无酒精的酒类在法国的消费人口一定会慢慢啊增加。记者甘燕燕编译。西方料理常常用到高级食材鱼两酱，罗西亚是真出名生产国。不过自从战争爆发了后，有不少消费者为了抵制罗西亚，就无买鱼两酱。事实上，目前全世界生产鱼两酱上侪国家是中国，第二是波兰。所以讲，波兰的鱼两酱厂商最近是拍拼向消费者宣传，希望拍出因家己的品牌。以后大家要买鱼两酱的时阵，就袂阁想到罗西亚。这一粒一粒用新鲜的鱼卵做出来的鱼卵酱，是西方高级料理常常会出现的食材。而且，若讲到鱼卵酱，大家就会直接想到罗西亚。罗西亚的鱼卵酱确实是上有代表性、上出名的，但是还是伫过去，今麦的情形已经无同款啊。伫波兰东北部这个大型的鱼温啊，专门伫饲要用来做鱼卵酱的新鱼。事实上，波兰即马已经是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生产鱼卵酱排名第二名的国家。参像阿拉伯国家、美国、法国，真侪米其林餐厅拢是用波兰生产的鱼卵酱。但是自从罗西亚发动战争攻打乌克兰以来，所有生产鱼卵酱的公司拢去走着红台买。真侪消费者为着要抵制罗西亚，都无爱去买鱼卵酱。波兰一间十块店的头家，鱼卵酱拢卖不出去，感觉真无奈。Люди пытаемся сконт кавер есть, так? Хотим съесть добрый кавер, але не хотим е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波兰一间真出名的鱼卵酱公司就讲，其实因为过去掠伤多，佮加上水质污染，原本伫里海佮黑海的新鱼数量已经真少，所以即马大部分的新鱼拢是生产国家家己在地用人工饲的，根本佮罗西亚完全无关系。Так направде większość producentów kawioru na świecie aktualnie walczy z mitem kawioru rosyjskiego, bo tak naprawdę gdybyśmy zweryfikowali puszkę, która opatrzona jest jakimś napisem Russian Tradition czy Russian Master, tak naprawdę ten kawior nie pochodzi z Rosji.虽然产品受到战争牵连，但是波兰的鱼卵酱公司认为危机嘛也是一种转机，希望会当趁一个机会，好好啊，让消费者了解鱼卵酱已经不是罗西亚专门的生产的，波兰的鱼卵酱才是高品质的保证。记者甘燕燕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会。